其實都真係幾辛苦嘅，特別係舞蹈方面嘅課程咧，因為我本身就冇呢個跳舞嘅底子啦，咁同埋平時都好少喐動嘅，即係我係比較宅少少嘅個人，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，咁都用咗好多時間去特訓啦，咁同埋我自己都會額外再去book 一啲 studio，自己去 extra 加多啲練習嘅時間咯。首先舞蹈老師啦，秋成啦，佢係好用心嘅，咁特別係我唔係好識跳舞，即係冇底子，佢係由零開始去教我啦，咁都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心機，同埋都盡量去揾咗一啲片啊，或者盡量去同我 train 嗰個年代嘅舞啊，或者由一啲基本功開始會逐個 detail 都會去捉我去做好咁樣咯。咁其實好多謝佢咁俾心機去教我啦。咁同埋我都希望我應該冇辜負佢啩。智叔啦，咁佢其實係又係喺演技上由零開始去慢慢用咗時間去了解我，去了解我嘅內心，同佢傾過好多偈，然之後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課堂俾我啦，即係可能一啲肢體上啊，點樣去表達自己，或者閱讀劇本啊，即係好多基本上嘅嘢，佢都一路好用心去教我，同埋佢對演戲嘅熱誠，同埋佢嗰個態度都係好值得我去學習咯。咁佢都有同我講過，例如每一場戲，如果你每一場戲其實你之後都知道係會可能點樣啊，如果頭先點樣做會更好，或者早知就應該咁樣做啦，咁但係佢一定會有一個遺憾喺度嘅，咁所以佢亦都有同我講過話要帶呢一個遺憾去落下一場戲，即係轉化成為動力，去喺下一場戲度要做得更好咯。咁我呢樣嘢都會銘記於心嘅。信念要好强，同埋你要俾观众一个感觉，就系你好真实，真实喺活喺嗰个空间里边去做紧一啲佢期望有啲嘢发生嘅嘢。咁所以我信佢系真，你要信佢系真嘅，你一定要信，一定要相信。我哋演员嘅任务系咩？佢工作系咩？我哋系要演个角色啊嘛，咁我哋要演呢个角色嘅时候，你首先就要知道个角色嘅背景系咩，咁亦都要知道自己里边有啲咩素材系吻合呢个角色嘅。如果你越多个素材吻合个角色越多，咁你越容易去掌握嗰个角色，就系咁简单。咁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。亦都要了解嗰個角色，呢兩樣嘢係必須要嘅。我信我做得到。唱歌老師趙增熙，咁佢又真係都擺咗好多心機時間落我身上嘅，同埋佢亦都會同我一齊研究聲啊，點樣去運用啊，同埋每一個字啊，點樣去咬字啊，都用咗好多時間，大家一齊研究啦。同埋有時候佢都會真係彈晒鋼琴伴奏，去等我容易啲去入嗰個 mood。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多謝佢，係花咗咁多心機時間去培育我。語調啊，其實係我哋成個團隊一齊去研究、去探討出嚟嘅。咁當然我哋亦都睇咗好多片啊，亦都睇咗好多戲啊。咁喺佢
平時的訪談啊，亦都會拿捏了很多精髓、很多細節。然後我哋團隊一起傾有啲咩調味料咁放落去啊，咁去造就咗而家到最後呢個 version 呢個版本。徹底，所以個字要得徹底。個字個徹字係可以逗留。徹係啊，失得徹底，徹底，徹底。其實我是覺得啊，即係我用盡我的全力，我很努力之後咧，咁得到大家覺得誒、過關，咁我是很感動嘅，自己都覺得真係冇白費到心機嘅。咁同埋我是很怕辜負團隊對我的愛和支持，所以我其實都某程度上是為了團隊、為了妹姐而努力嘅。